哇！諗住去野餐，約咗11個朋友。今日大概2:30起身過嚟，點半開始等到而家噶？點半定2:00之類，因為前一晚紅磡站個舊月台停用咧，我去咗影相。好興奮，第一次搭頭班車，同埋都等咗好耐啦，幾乎成晚都瞓唔著。係啊，歡迎大家乘搭東鐵線過海段，首日通車特別班，大家準備好未啊？等咗好多年啦，我由出世等到而家啦，好方便啊！一程过海就可以翻工，可以方方便便搭东铁线过海段，可以去到会展中心啊！我哋住港岛区嘅，婆婆我哋就住上水嘅，咁所以咧就好方便咯，因为我哋去到金钟咧，而家就可以一次过就转到上水啦，咁以后唔使转几次咁样。方便嘅啲北区市民啊，新来嗰啲市民嗰啲人咯。我哋想去会展站睇下，都 OK 嘅，个唔会话好混乱咯。因為好驚，即係譬如帶小朋友嚟咧，如果好似之前嗰啲沖閘啊，咁就好驚踩扁咗佢哋。但係今日 OK， 耶！